欢迎来到名人 V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的穿搭教科书，茶歇风连衣裙展现她的时尚魅力。赵露思穿搭茶歇风连衣裙，甜美与时尚的完美结合。说到赵露思，就不得不说一下赵露思在时尚圈的地位。肤白貌白的赵露思出道之后，就成为时尚圈关注的对象。娱乐圈中不缺美女，但是像赵露思这种自带时尚感的美女也不多见。她对于穿搭有着敏锐的时尚感，虽然风格多变，但是总能将她甜美可爱、个性时尚的风格展现出来。赵露思晒出的一组迪士尼游玩的照片，一身碎花连衣裙，一头柔顺的长发，给人一种优雅迷人的气质感。而赵露思穿搭的这款裙装也被网友称为茶歇风连衣裙。所谓茶歇，一般是指在工作和会议之间安排的短暂休闲时间，这段时间可以放松一下，大家聚在一起享受一点甜点和茶水，放松一下心情。茶歇风连衣裙也有一个小故事。在19世纪的欧洲，那些贵族的小姐们每天在出席各种活动时，要穿搭好几套礼服。那时的法式礼服虽然华丽，但是比较繁琐和也比较束缚人。于是，这些贵族名媛们在下午茶的时候，就会换上舒适的茶歇裙，享受一下休闲的时光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茶歇裙也在变得更加时尚和优雅起来，成为女生日常的穿搭。茶歇裙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实用和多功能的单品，可以满足女性在不同场合的穿搭需求。这种裙装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，时尚优雅。茶歇裙通常设计的既优雅又时尚，适合各种场合，无论是日常穿着还是参加正式活动。显瘦效果，茶歇裙通常采用高腰设计，可以有效地拉长腿部线条，使穿着者看起来更加修长。舒适度高，茶歇裙通常使用轻盈、透气的面料制成，如棉、丝等，穿着感觉舒适。易于搭配，茶歇裙可以与各种鞋子和配饰搭配，如高跟鞋、平底鞋、帽子、手包等，可以轻松打造出不同的风格。适应性强，茶歇裙适合各种体型的女性，无论是苗条还是丰满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。多样性，茶歇裙有各种各样的颜色、图案和款式可供选择，可以满足不同的个人喜好和风格。说了这么茶歇裙的特点，我们再来看看赵露思选择这款裙装的设计。泡泡袖、U 领、高腰的设计、米白色的主色调、碎花图案，整体是上紧下松的设计，既显身材又舒适，特别适合作为外出游玩时的穿搭。从色彩上，米白色作为底色给人一种清新柔和的感觉，碎花图案则增加了一丝俏皮和浪漫的氛围。这种搭配适合春夏季的穿着，可以增添一份活力和亮丽。从款型上，泡泡袖是一种很有特点的袖型，它可以为整体造型增添一些可爱和时尚感。对于身形娇小的人来说，选择适度蓬松的泡泡袖可以营造出更加俏皮可爱的效果。U 领可以很好的展现颈部线条，增加女性的妩媚感，同时也不会显得过于暴露。高腰设计可以有效拉长腿部线条，让身材比例显得更为修长。这款米白色碎花连衣裙配上泡泡袖、U 领和高腰的设计，是一种非常可爱又具有浪漫氛围的穿搭选择。赵露思穿搭这样的连衣裙，会给人一种清新优雅的感觉，同时凸显她的俏皮和时尚风格。